微微，嗯，你相信我和蝴蝶心有灵犀一点通吗？真的吗？那你帮我问问蝴蝶，为什么它的翅膀总是这么美丽？小小蝴蝶美丽的翅膀让科学家灵光乍现，灵感不断哦。为什么灯泡、手机都跟蝴蝶的翅膀有关系？这是因为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小到纳米等级呀。锁定这一集《深毁的科学》，带你一起探索蝴蝶纳米级的翅膀里藏着什么秘密。我们今天要变什么魔术啊？我们要变的就是这个，仔细看好喽。哇，是一个玻璃罐，里面还有一只漂亮的蝴蝶。没错，等一下我施展魔法之后，你就会知道神奇的所在啦。哦，那你赶快施展魔法吧。好的，蝴蝶啊蝴蝶，请你翩翩起舞吧。同学们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为什么博元可以让罐子里的蝴蝶翩翩起舞呢？答案是 A 震动感应， B 催眠功力， C 大气压力。生活不思议，科学让生活变聪明。微微，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我觉得我好像魔界里面的巫师甘道夫哦。对呀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，还能够跟蝴蝶说蝴蝶语哎。请叫我黑袍巫师伯。我觉得这身装扮哦，比较像那个吸血鬼伯。我不是吸血鬼，我是巫师啦。好啦好啦。不过博元，我觉得这罐子里面蝴蝶这样好可怜哦，我们赶快让它飞出来。等下，微微，这罐子不能打开。好。这里面有一条线，而且这蝴蝶是假的。哎呀，博元，这不是什么魔法哦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哎，不过微微，这真的很厉害哦。你看这个罐子啊，上面这一个盖子呢，它里头有一个震动感应器。那当我轻轻啊敲击这个盖子，或者是让罐子震动的时候呢，这个感应器啊，它就会开始让马达工作。那马达运转了之后啊，就会牵动整个钢丝，震动就会传到蝴蝶身上，蝴蝶就会翩翩起舞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同学们，那这样子大家知道答案了吗？答案就是 A， 震动感应。你们答对了吗？这个罐子里面的蝴蝶是靠震动感应装置才会飞的。那博元，你知不知道真正的蝴蝶为什么能飞吗？这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吧，因为它们有美丽的翅膀啊。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。蝴蝶是真的很美丽啦，而且还有科学家发现哦，可以从蝴蝶的身上找到发明的灵感来源呢。那到底科学家从蝴蝶身上得到什么灵感呢？人们发现蝴蝶在吸取花蜜的时候口气会伸长，而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呢会卷曲起来藏在头部的下方，于是就有了这个灵感来源，就是这个卷曲的吸管。博元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学蝴蝶吸花蜜啦。哇，没有想到蝴蝶的嘴巴长这样，哎，好难吸哦。同学们，那生活上还有什么发明是和蝴蝶有关的嘞？蝴蝶对科学家的启发可是超乎你我的想象啊。蝴蝶的翅膀启发了哪些生活发明呢？家里常见的 LED 灯泡寿命长，亮度高，环保节能，灯泡表面又不容易发烫，你知道是从蝴蝶的翅膀得到灵感吗？科学家发现蝴蝶翅膀上的磷粉是天然的太阳能收集器，运用在太阳能电池的设计上效果大大提升哦。蝴蝶闪闪发亮的翅膀上排列着纳米级的光子晶体，运用在手机荧幕上，让荧幕在阳光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蝴蝶翅膀就像大自然的纳米科技，绚丽的色彩会随着角度不同而改变。科学家于是将这个发现应用在信用卡、护照及钞票的防伪功能中。哇，没有想到蝴蝶的翅膀里面隐藏着这么多现代科技的奥秘耶！你们看，这个
LED 灯泡只需要9瓦，它的亮度就可以跟传统灯泡60瓦的亮度一样哦。但你看，一个9瓦，一个60瓦，它的电费硬生生就省了好几倍耶。可是这跟蝴蝶有什么关系呀？有关系呀。因为科学家发现，在蝴蝶翅膀上呢，有着纳米结构，对于光线的折射还有热能的吸收，有着很显著的效果。于是科学家就找了类似材质的这种纳米材料，涂抹在 LED 的灯泡上面，哎，就发现不但亮度提升了，也改善了传统灯泡容易过热的这个问题哦。好厉害哦！但是啊，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手机萤幕了。以前呢，我们的手机萤幕啊，只要在艳阳高照的地方看，就会欧巴嘛，明明就有开机，但却什么都看不到。但现在的手机很不一样哦，就算天气再好，太阳再大，哦，它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。哎，这也都要归功于蝴蝶呢。是啊，除此之外，你们看，像是我们使用的钞票，其实在旁边呢，就是有一个防伪标签。那这个呢，随着不一样的角度，就会出现像是有数字或者是花纹，还有像是信用卡，它的旁边呢也有雷射防伪标签。是，随着不一样的角度，也会有图案哦。嘿，所以各位同学啊，每一次我们拿纸钞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老板都会这样子，哇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就是在看防伪标签，看它是不是假钞咯。哎，不过这个跟蝴蝶也扯得上关系哦。当然有关系呀，你看我们平常看到的蝴蝶好漂亮哦，可是会觉得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它都有不一样的颜色，这就是因为蝴蝶的翅膀上面有着光子晶体，所以咯，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在它身上。啊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啊，科学家就是从这种蝴蝶会变色的翅膀上面得到了灵感，做出了这种会变色的防伪标签。蝴蝶真的是科学家的缪斯女神哦。是啊。那到底什么是光子晶体呢？那是不是每一只蝴蝶的翅膀都会变色呢？这我就不太确定了，博元。要不然我们来问老师吧。好啊。老师，我们有问题。所有的蝴蝶翅膀都会变色吗？并不是所有的蝴蝶翅膀上面都有光子晶体。具有光子晶体的蝴蝶，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它的颜色会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没有光子晶体的蝴蝶翅膀，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，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。老师好，委员伟伟好。老师。所以不是每一只蝴蝶都会变色哎。那到底哪一些会变色，哪一些又不会变色呢？来，你看，我已经准备好这么多只蝴蝶了，在这里，你们看看啊。老师，这只蝴蝶我认识，它叫文白蝶，对不对？这只我也认得，它叫做蛱蝶。它们都很常见哎。是啊，好，那你看这两只蝴蝶，请你们看看。它们就是不会变色的哦。对啊，没有看到刚才老师说的变色的样子。对，因为这两只蝴蝶的身上，它们并没有光子晶体，所以它不会随着你观察的角度而变色。哦，那哪一些蝴蝶才会有光子晶体？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颜色呢？来，你看这只，来，哎，这一只蝴蝶，这是有哦，你看，我这里看啊，这边有点绿绿的，这里又是蓝色，然后另外一边都是深蓝色，哎，我这边呢看到的都是深蓝色，然后偶尔会有一点点渐层，好像快要变紫色这样。然后这一边的啊，我刚才看到的，哇，整个都还是有一点闪亮闪亮的宝蓝色哎。你看像这样的蛱蝶，这个翅膀上面呢，会随着你观察的角度不同，然后它会有金属的光泽。对，那是因为呢，我们知道这些蝴蝶呢，它上面都有很多的鳞片，然后这些鳞片呢。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片一片的鳞片而已，它里面还有更细小的结构。好，来，你看
它的上面呢就像是这样，蝴蝶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在所谓的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去照它，就可以发现，哎，这些蝴蝶的鳞片上面有可以一条一条、一只一只的这样像树枝状的凸起。那这些树枝状的凸起呢，这边还有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些很小很细小的这些点。那当光线照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，它所折射出来的颜色也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看的颜色跟博元看的颜色就会不同啊。可是老师，这上面写着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 eum， 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不是 u， 那个字念 miu， 对 ，miu m 呢，1 μm 就是等于是1000纳米，所以这两只的距离是1000纳米，这样这么小哦？对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两只之间它还有很多的这些凸起，凸起有的凸起大一点，有的凸起小一点，对，所以每一个凸起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大概就是要1-200纳米。哦，这么小哦，哇，大自然真的很奥妙哎！你看，一只蝴蝶的翅膀里面啊，竟然有这么多、这么多、这么小的鳞粉呢！真的耶，而且我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颜色，像刚才我看到的是绿绿蓝蓝的，但是博元又看到不一样的颜色，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光线它透过了翅膀所折射出来的颜色咯。你看，这你刚才看到这一只对不对？我再给你看一只大的。大美蓝蝶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看得超清楚的，老师。这一个大美蓝蝶呢，在台湾并没有，它是在南美洲才有的。我看现在啊，我这里看到的颜色就是淡蓝色，然后这边渐层过去有一点深紫色的感觉。我看到的，它现在转过来的话，整片都是蓝色的。可是如果说在这里的话，哇，一下紫色，一下又蓝色的，真的很漂亮哎，老师。真的好神奇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有光。紫晶体的蝴蝶，它的颜色呢会随着角度不同而不一样哦。所以虽然呢，我跟伟伟是看着同一只蝴蝶的同一只翅膀，但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，用不同的角度看，因为啊不同的角度而光的折射出来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哦。是啊，所以哦，就是不是每一只蝴蝶的身上都有光紫晶体，像刚才我们两个认识的那两只蝴蝶就没有。对啊。老师，可是我还见到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就是啊，在下雨天的时候，蝴蝶还是可以非常悠游自在的翩翩起舞。那是为什么啊？是不是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穿雨衣啊？蝴蝶穿的不是人类的雨衣，蝴蝶是自己有穿隐形雨衣。隐形雨衣？那是什么啊？想知道什么是隐形雨衣吗？那我们就来做实验吧。好。科学探测区。蝴蝶的隐形雨衣，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来做蝴蝶的隐形雨衣是什么效果呢？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是用水吗？是的，你看哦，这个是水，我现在滴一滴水在蝴蝶的翅膀上，哇，这个水滴滴上去之后，它圆不圆？超圆，感觉其实水滴好像完全没有粘在上面。好，你看哦，那蝴蝶一抖动翅膀，就像是这样，这个滚下去了，马上滚下来。那呢，除了是防水以外呢，蝴蝶的翅膀呢，它也是防灰尘的。那我们用这个痱子粉，一点点的痱子粉，对，如果当成是灰尘，好，那这个灰尘来的，那下雨天的时候呢，我呢，这个就是下雨了，你看哦，那个水珠啊，感觉好像把痱子粉都包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轻轻一倾斜，它就滚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继续下雨。然后呢，这些痱子粉呢就会完全都被冲走。真的耶！所以蝴蝶是个爱干净的蝴蝶。蝴蝶的翅膀真的是耐米等级的呢。下雨天的时候不怕湿也不怕脏。那大太阳它出去采花蜜的时候，不知道翅膀会不会被晒黑或者是困色呢？对耶，这是个好问题。因为呢，蝴蝶呢，它有的是有光紫晶体的，有的是没有的。那自己会不会褪色呢？你就看好这边呢，像这个蝴蝶。它呢是不会褪色的，那像这一种蝴蝶呢，它是会褪色的，也就是说，当阳光照下去之后，时间久了以后，它的这是会褪色的，那你看这里，这个呢，
文白蝶的这个，这两只都是文白蝶，它们的颜色上面就有一些差异了。这一只整个都已经褪成完全的有点茶色的感觉了，是，这一只还是非常深的咖啡色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当它有光子晶体跟没有光子晶体的差别就会在这里。那有光子晶体的我们就叫它做结构色，然后呢，没有光子晶体的就叫做色素色。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区分结构色还有色素色呢？好，那结构色呢，其实呢就是它的结构是非常整齐排列，而且非常的细小，所以当光线一照射下来的时候呢，角度不同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就会不一样。那色素色，色素色就是它就像染料一样，所以它的颜色呢，就是就像是你的那个色纸啊，你放久了以后，它的颜色不是又会褪色吗？报纸也会褪色，那都是一种色素色。所以像老师刚刚这样子给我们看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啊，它很鲜艳，所以它就是结构色。然后这一个就跟我们刚才我们都认识的文白蝶一样，它的颜色已经有差距了，这个就是色素色。老师，可是既然光子晶体这么厉害这么神奇，那只有蝴蝶有光子晶体吗？还是其他种生物也有啊？不仅仅只有蝴蝶有啊。你们去过动物园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动物园里面最漂亮的动物是什么？孔雀。对了，好，对，孔雀有哦。你看孔雀的这个羽毛，孔雀开屏是公的孔雀，它为了要求偶，对，那它想要吸引母孔雀，所以呢，它会抖动它的这个羽毛。那你注意看它的中间的这个地方，颜色会变来变去的，真的是它要够漂亮，所以才会吸引到母孔雀。对呀、原来是这样哦。对，所以它在陆地上生活，它也有这样的光子晶体。孔雀是陆地上的动物，蝴蝶是在空中的动物，该不会在水里的动物也会有光子晶体的吧？答对了。哎呦，真的、你看啊、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呢是一种贝类，它叫做九孔。好，那你注意看啊、这个贝壳里面的这个地方，我把它转动不同的位置，好漂亮哦！它颜色是不是不断的在改变？真的耶！对，这也是光子晶体的效果。是，这也是光子晶体的效果。那看到这个颜色，还有这个太空泡泡的颜色，是很像的耶！你看，我们这样子转这个太空泡泡的时候，它也是会有彩虹颜色的效果，或者我们吹出来的泡泡也会有。对，小朋友吹的那个肥皂泡泡也会有，所以这种都是属于是薄膜的，因为它的膜非常非常的薄，薄到超是纳米等级的，所以呢，当光线照射下去的时候，不同的角度它就看到是不同的颜色。原来是这样哦。真的，所以光子晶体就是光的魔术师，哎，可以让光千变万化。没有错，你说它是光的魔术师，那我们来看看，那当我们在自然界里面发现的这些生物都有这样的光子晶体的时候，科学家怎么把它用在生活上呢？像刚才在影片当中你们所看到的，不论说是 LED 灯，或者是我们钞票的防伪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全部通通都是应用到光子晶体。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啊，带我们认识这么多有关蝴蝶翅膀的秘密哦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伟伟。科学创意王，创意无限大，我们是科学创意王。哎呦，两位看起来怎么已经精神非常好了？没有错，今天我们学了好多有关于蝴蝶翅膀还有光子晶体的知识，待会我们就要让你们来运用这些知识，做出一只属于你们自己的漂亮蝴蝶哦。既然要做一只蝴蝶的话，我就要先问两位，请问蝴蝶有什么特征呢？它有两只触须。没错。还有呢？还有一对翅膀。没错。对，那翅膀上面还有很多眼睛的。对，一颗一颗的。这些眼睛就是为了要来欺骗敌人的哦。是的，还有吗？还有六只脚。六只脚你都知道哦。那应该没了吧？对，有些蝴蝶翅膀还会变颜色呢。好，没有了。说到的，因为有光子晶体哟。好了，看来两位对蝴蝶是非常的了解，所以要做出一只蝴蝶，对他们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哦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桌子上，来，现在我们桌上有各式各样装饰需要用到的东西，待会儿我们就要来比赛，看谁可以做出一只最栩栩如生的蝴蝶啦。没错。然后我们装饰完之后，要把它变成这样。哇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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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要做出来的范本，没有错，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装饰，等一下就要靠你们自己来装饰了。好的，那现在你们两位对这个挑战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制作吧。Go！
好了，王璇，你要怎么开始做呢？先对折一半。对折一半，因为蝴蝶它有翅膀这样飞，对不对？要对称。对，这样子剪的时候才不会剪的两边形状不一样哈。好，我想先把它折一半好了。好哇，你很聪明哦，你知道蝴蝶要对称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翅膀，来，你先剪剪看，你剪不了，我再帮忙。对，好，那你来试着剪剪看，你如果剪不动了，我薇姐姐再帮你。好了，王璇，我好了，你看，漂亮，这次是你要的形状。对，好的，接下来换你要装饰它咯。好漂亮哦，你要怎么贴？我想把这个红点点贴在这边。我要先用镭射贴纸。哦，它的光子晶体的部分是不是？对，你想要让它可以扰乱敌人的视线。接下来我想用这个红边剪一半，贴在这两条线上面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这样子它就是一只有光子晶体的蝴蝶了。哦，你要在它整个翅膀的地方都贴上去哦。对，然后它拍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颜色，对不对？先把这个剪它的形状贴上去。剪一模一样形状吗？对。好，接下来你现在你的触角要怎么用？我剪掉。我真厉害。我也觉得你很厉害。我看你怎么贴，我就跟着你对称哦。你贴中间，好，那中间就给你贴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？贴贴纸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剪爱心，贴一颗爱心，还是要贴两样爱心？我觉得爱心比较漂亮，挑得很仔细哦。我们璇璇是一个劳作高手。我想用花朵的贴纸这样贴一条。好。起来吧！哇，璇璇，你要用红色的贴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那我帮你撕，然后你来贴。哇，好，小雨，你来看看你的蝴蝶有没有成功？哇！噔飞起来了耶！哇，我们的骰子蝴蝶制作完成。大家好，我是蝴蝶精灵。待会我们要看的是王璇还有湘云他们做的创意蝴蝶，你们会看到有两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在这个小树丛当中翩翩起舞哦，我们欢迎他们。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花花衣，你爱花衣，花也爱你。你们怎么都跑掉了？那让谁来陪我玩呢？哦，好啦，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呢？生活里的科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抓蝴蝶！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